大家好，好，我们刚刚讲到，对不起，教育孩子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啊，恩威并施，恩威并济。所以卢叔叔他的女儿没有带作业，他把她挂完电话，这个叫有威严，有原则。那当然，女儿放下电话，心情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好受吧？但是不好受当中啊，她会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所以她会觉得很警惕，下一次怎么样？不能再犯了。所以这个印象留在她的心里。那当然，有威啊。也要有什么恩，所以其实孩子犯错，甚至于是部属犯错，我们绝对啊不要只是发脾气。发脾气有没有用？发脾气留在孩子，留在他人心中，只有这个发脾气的影像，他对他所犯的错啊，反而会印象模糊，只记得爸爸很凶，主管很凶，他自己错在哪记不记得？忘了。甚至于孩子会觉得我已经被你骂过了，一笔什么勾销，所以重点都没抓到。所以犯错的时候往往都是啊教他的时候，孩子犯错是我们教他的时机出来，所以有一句话叫掌握情绪才能掌握未来，你能控制住情绪，时时提起理智来对应事情，往往佛家叫烦恼成什么菩提。那一般呢就是转逆境啊为顺境，就在你这一念的智慧当中，所以不可以发脾气。所以孩子回来有对他有威仪了，女儿一进门要不要继续骂？要不要？那这样又太过了，到时候很怕你啊不亲了啊，所以一进门呢，把女儿叫过来，关心她一下，今天有没有被处罚了？啊，女儿点点头，然后她就对女儿讲：“爸爸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从今以后啊，你不会被处罚，而且、啊、也不会呢没有带东西。”那她刚好遇到这个情况，肯不肯学啊？肯啊，这叫机会教育点。有时候机会点还没到啊，你硬是要教他，他说妈你怎么这么啰嗦啊，那这机会点出来了，刚好啊你一教他马上就体会了。所以他爸爸就跟他说了，只要你睡觉以前拿起你的联络簿，看看明天是什么课，明天要带什么作业本，要带什么用具，要带的赶快放进书包，已经放进去的就在那一条上打勾，我已经做了啊，作业本带了，课本也带了，当所有应该带的东西你都打勾了，你那一觉睡得怎么样？踏实啊，
心安理得。好，诸位朋友，孩子的管理学什么时候学？什么时候学？出国去念 MBA 的时候学吗？太多一生重要的做人做事，都不是短暂的时间能够训练出来。现在的人啊，急功近利，一定要有好处啊，他才警觉到说该学。比方说，现在市面上最畅销的书叫《人际关系学》，有没有？对，为什么要学人际关系？为什么？因为要业绩嘛，因为要赚钱嘛。请问这样的动机能学好吗？中庸讲的成于中，行于外啊。从小对人就很热忱，时时会替人着想，他表现出来，你与他相处，你就会莫名的觉得很舒服，如沐春风，跟他一起呢很放心。那都不是三天两天啊形成的态度跟能力。现在本来呢看到人都很酷，现在都很流行那个要酷一点，有没有？好像这些青少年笑了人家会瞧不起他，摆得很酷，人家都很怕他，这样叫什么，好像这样比较有地位。其实我在高中的时候也曾经想过，说那个比较酷的都交得到女朋友，我这每天笑的都交不到。有一天我也摆得很酷，都不说话，因为我从小就比较热心，爱管闲事。现在装了一天酷以后啊，我回去很累，不干了，还是做自己好。所以这个人与人的相处的态度，一定是从内心出来才真诚。今天去上了三天的课，某一个训练告诉你，见到人要微笑，要握手，学了就要做嘛。所以见到人呢，他开始握手微笑，可是他那个笑啊，皮笑瘦不笑，人家跟他握手啊，鸡皮疙瘩都掉下来了，不自然。所以人现在都想很快就达到目的，很快就达到效果，能不能学好？这一念心保证你学不好，只能学到皮啊，不能学到骨髓里面去。所以人际关系一定从孝道教起。当人有孝啊，他有感恩之心，对父母感恩，慢慢这一份感恩心会延伸到一切亲友，甚至于他体会到社会国家是互助的一个团体。所以面对任何一个行业，他都恭敬，都尊敬，连公司里面的职员，一些打扫的职员，给他倒一杯水，如人这个受人点滴，怎么样？他那个笑容笑出来，所有的人呢都很喜欢跟他相处。经理的水还没倒啊，都先给他倒了，有没有可能？很有可能。所以我们学啊，要从根本学，要看到啊，孔子提醒我们，一个人的行为啊，少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。一生重要的态度能力，你从小就帮孩子扎根，你还怕他往后没有好发展，那叫杞人忧天。所以人生就好像一盘棋，
你首先要了解下棋的游戏规则，而下棋的时候你能不能走一步看一步，能不能，那你那一盘棋一定下得举棋不定，下完之后又忐忑不安，这样好吗？说回来好不好？要有格局，要有远视远见，所以你能够推到50步100步，那你教育孩子就可以高瞻远瞩，把这些能力都扎好。所以我都跟家长讲，我的学生都5、6年级，说你的孩子这一生能不能遇到贵人，我现在就看得出来了。家长眼睛都瞪很大，为什么瞪很大？我从他的眼睛看到，我要我的儿子遇贵人，都很现实啊。当然我不是算命的，我也不是看相的，态度决定一个人的成就，绝对不是成就以后再来改变态度，没这个道理。那很多时候啊，你反过来思考，今天你是主管，你要提携什么后进，提携什么部署？很傲慢的部署你会提携吗？他本身就没有受教的态度，你怎么可能教他？所以一个人一定有礼貌，有恭敬心，有受教的态度，保证他贵人频传频出。为什么？说实在话，很多真正有道德学问有智慧的人，现在连一个学生都找不到啊。因为年轻人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啊，傲慢。为什么傲慢？因为自卑啊而傲慢。一个人为什么会傲慢？不自卑者不傲慢，这是同时存在。为什么人要压别人？为什么人要掌控别人？他的内心怎么样？空虚啊。他必须要透过这种打压别人当中，好像还感觉到自己有存在，所以那个很可怜的。那因为孩子从小没有学做人处事啊，他的内心没有踏实感，没有踏实感。可是他身体一天一天在长啊，他又觉得我已经是大人了。那你跟他讲很多呢，他又不领情，因为他不恭敬。你从小呢，他就是小皇帝、小公主，他最大，他哪去体会到别人的用心跟付出？所以越自卑，里面越空，就越不愿意受教，所以很可怜。现在的孩子，你别看他那么傲慢，其实他很可怜。所以几十年前，我们遇到有经验、有智慧的长者，都围在他的旁边，怎么样？听他讲故事啊。才事隔几十年，现在的年轻人反而不受教，都来自于从小没有养成敬老尊贤的态度，所以这个影响啊就相当深远。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有正确认识，赶快要扎什么根给孩子。所以教育孩子，我们抓到了恩威并施，也是告诉我们教育孩子要很有原则，对的事情绝对没得商量，不然呢，孩子都变成谈判高手。你跟他谈判是屡战屡败，他是怎么样？攻城略地。
把你的底细摸得怎么样一清二楚。有一个孩子啊，撒谎，撒谎以后呢，他妈妈很生气，他说罚你两个礼拜不能看电视。他说妈，一个礼拜就好了。他妈说好吧，来来来，我们看这个个案，这样教孩子对吗？他犯了什么错？撒谎。请问撒谎对他有什么损失？什么损失？少看一个礼拜电视，是不是？他有没有体会到撒谎对他有什么影响？对他以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？撒谎以后会有什么不好的后果？他知不知道？不知道。而且还可以跟妈妈谈判，他谈判成功，他很聪明。教孩子啊，要清楚，他撒谎以后，你一定要让他承受后果，他才有印象。所以他撒完谎以后，那一段时间呢，他说什么你都不相信，都不理他，我不相信你了，因为你会撒谎。那一两个礼拜他怎么样？痛苦得不得了，啥事都不能做了，因为我不相信你，不可以让你做。他那个痛苦达到极处的时候呢，就是你教育他的时机出现。所以跟孩子之间的对话不可轻诺，不可轻诺，然后一定要很有原则。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我要一个玩具，我妈妈不给我，我就在地上打滚，地上很凉啊，是吧？很多妈妈又不忍心，有没有？在那里打滚，我不知道打了多久，应该有一二十分钟，很累，我就爬起来就走了。我妈妈继续看她的书，如如不动。我在想，我妈妈可能看过《三国演义》，关公在那里看《春秋》。有原则，孩子就会朝着你正确的原则来遵守。你没有原则，就变成他立原则。他能立什么原则？他所能立的就是放纵自己的原则而已。所以教孩子一定要抓对原则。再来，我们刚刚提到教孩子最重要的一句心法，上行下效，这样子才会真正省力又有效果。刚刚也提到看电视的问题，家长就说了，孩子啊不好学，孩子有一些情况。诸位朋友，你们的孩子有什么情况？我们来谈一谈，要很了解哦。母亲啊，又当妈妈，又当领导人，还要当医生，要会诊断，才能够对症怎么样下药。所以我们的角色很多啊，又当老师，又当妈妈，当医生，当领导者。来，现在把脉，问题出在哪里？小孩有哪一些行为刻不容缓，赶快导正，来说说看。自私自利。诸位家长，机会给准备好的，你们不说下次没机会了。我们今天是大会诊，
我们一起来看看呢，病得怎么样？可以相关而善，大家互相切磋一下。好，中国人喜欢简单，我们用一个字懒。这个现象现在很严重哦，真的喜欢听好话，批评他他就发脾气了。喜欢享受，那懒的人哪不喜欢享受？你们怎么如火山爆发一般？来，还有没有？自理能力差。任性，迷恋电视，迷恋电视，好好，太完了，好，哦，不负责任，什么？整个完蛋了。是什么完蛋了？啊，整个都完蛋了。诸位朋友，我们要了解一个重点：人之初，狗不叫。你们这么有反省的能力，那还怕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？自杀，那还要自杀？自杀？来杀人哎！这个跟任性有关呢、啊，脾气大。好，这个叫。满清十大罪状，这个儿女的情况，好，这个时候念佛也不一定有用的。要如理如法去求才行啊。好，假如哈、哦、念佛大家都好了，那叫阿弥陀佛帮我们念就好了，是吧？要靠自己修啊。任何一个人只是我们的缘而已，所有好的缘还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行。所谓师父领进门啊，修行要靠个人。天助自助者，自己都瞧不起自己，谁都帮不上嘛。所以我们是孩子的是的一个助缘，造化还得看他，而他的思想观念呢、啊，影响最大的缘呢、啊，就是父母。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个问题啊，孩子很自私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？孩子很懒惰是结果，原因在哪里？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孩子一生出来说我很懒，一岁多了我不想动，有没有？假如有的话，要带他去看医生了。你看那一两岁的孩子活蹦乱跳，怎么会懒？孩子脾气很大是结果，原因在哪？孩子很迷恋电视是结果，原因在哪？是吧？上行下效，
诸位朋友，人与人的影响到底有多细微啊？不是你能想象的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家长跟我们说道，因为我们的课程啊，在很多地区是持续每个礼拜办家长课，因为啊，中国圣贤教诲断三代了，所以现在为人父母有没有学？没有啊，没有，你怎么叫他教？不能怪他。所以人不学，不知道，不知义嘛。好，那学能不能学一次就会了？必须长期熏修才行。所以诸位朋友，我们今天上课啊，你一定会体会到突然灵光乍现，眼前一片光明，怎么样？若有所悟，若有所悟啊，对孩子要有爱心，要有耐心，孩子犯错就是我教他最好的时候，不可以发脾气，这个道理对不对？哇，很正确，听得也很欢喜。好，走出这个门呢，开始开车了。老师今天说什么？有点似懂非懂，眼前有点迷雾了。等看到儿子做出不对的行为，脾气怎么样？来了。对于今天上的课，蔡老师说的也不对，也不一定准，你看我这种孩子怎么可以这样教呢？就误会了。这个叫误误误，甚至你回去说，哦，这个《弟子规》很好呢，你旁边的朋友说那是糟粕，两三个跟你讲，你开始心里面怎么样？动摇了。哎呦，那这个不能教哦，这个不好哦，开始误会了。所以一个人的信心啊，要扎根也必须要深入理解才行。所以我们昨天也提到，学问有信、解、行、证四个过程。所以今天大家假如觉得眼前一片光明，希望啊不要再让乌云飘过来了，那如何让光明继续散发？所以求学问啊，就好像钻木取火，一刻也不能停下来。你钻的十分钟，喘息一分钟，从头再来。所以《弟子规》说要宽为限，紧用功，功夫到至色通。所以你只要能够持续求学问达到两三年，保证你啊往后人生就轻松，因为有智慧下对每一个人生的关键跟抉择。那一开始毕竟要努力一点，要精进一点。好，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呢？好，当然决心啊，我无法替诸位朋友下，还得靠自己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些啊，其实都是结果。人啊都怕结果，但是看不到原因，那每天在那里紧张，患得患失，杞人忧天。所以觉悟的人一定把原因找出来，从因上解决问题，那个果相啊就不见，好的种子就发芽了。那诸位朋友，孩子为什么自私？孟夫子说恻隐之心人之端也，这每一个人都有的。
我们回想一下，把它的脉络啊找出来。教育是无声无息，你的一言一行，甚至于啊，你一个念头，都会影响小孩。你相不相信？因为我小时候记得有一幕嘛，我跟我母亲还有我一些亲戚回外婆家，坐在计程车上，计程车司机技术不大好，车子啊掉到水沟里面去了，那个路啊是水泥地，特别硬，所以把他的排气管重摇晃了，所以后半路途啊就是这样扣扣扣扣扣，然后才到外婆家去。那我母亲把车费付给他，额外啊又给了500块，就拿给他了。我母亲啊一句话都没有讲，我站在旁边呢、啊、突然好像自己当导演，给他排了一段字幕。我心里想啊，母亲觉得劳动的这些人啊相当辛苦，他假如这一个月因为这500块啊，可能家里面就很吃紧，那我们生活比较宽裕一点，应该啊给予帮忙。母亲用一份仁慈之心对人，孩子看了怎么样？会不会把500块抢过来？感动啊，孩子的心很清澈，特别容易感觉德行，感觉这些仁慈的心念，所以我的印象就很深。后来啊我问我妈妈这件事，她记不记得？根本不记得。所以诸位朋友，你不经意的一举手一投足，你的孩子都在学习。所以那一天那一个家长提到，这个家长也挺有意思的，他也是在机关里面呢当主管，在深圳的地铁也是一个主管，他替孩子选幼儿园有几个条件，条件当中特别重视一定要有生活教育，一定要有德行教育，他特别重视这个。所以挑了半天呢、啊、挑到了一个幼儿园，是外在条件比较差的，空间不算大，但是特别重视德行跟生活教育，所以啊他就把孩子送来了。他不送到这些高官、这些巨商常常聚集的那些幼儿园，聚在那一些幼儿园会学到什么？他爸爸开什么车？他们家住什么房子？真是如此，这个都将给孩子一生啊留下败笔。因为从小重视物质啊，他将沦为物质的奴隶，只重享受，每一天只为了享受所必须付出的金钱，在那里打滚而已。因为这一个幼儿园特别重视家庭教育，所以每一个礼拜都上课，家长一起来参与，亲师合作才能真正把孩子教好啊。今天老师教了要爱护整洁，教完以后回到家里，爸爸袜子一脱怎么样，往沙发一放，能教吗？说爸爸袜子不能乱丢，我们老师说的治官服有定位，勿乱顿，治污秽。你是爸爸要怎么做啊？要怎么做？
你假如跟他说情绪不好，说不要说，你们老师说的不要听，那老师都不用教了。父母对老师越恭敬呢，你的孩子得利益越大，因为他听老师的话听得越重。所以这些关键呢，我们要敏锐。好，那当爸爸的应该怎么样？马上赞叹老师，老师教的对，爸爸要过能改归于无。所以这里也告诉我们，爸爸也要背弟子规。你背弟子规啊，是请圣贤人来教你的孩子啊，你们有共通语言，孩子服气啊，他学你也要学，他才服气啊。所以这一个父亲就提到了，他说有一天他下班了，公司又打电话来，为了一件小事，他很生气，连这一些小事都找我，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好，就过了几天呢、啊，他的丈母娘跟他讲，他说今天你儿子啊跟我拍桌子，然后说你干什么吃的？才五六岁啊，你这句话出来啊，虽然他没有在客厅啊，他在哪？诸位朋友，学好啊，三年不足啊；学坏呢，一日有余啊。所以教育要有敏感度，确实潜移默化在影响。但是啊，很多人就说了：“哇，那我不就累了吗？站要站好，坐要坐好，都要当榜样。你忍个三年呢、啊，成就你孩子一生。但是诸位朋友，说实在话，你真正依循圣贤教诲啊，你会越过越轻松。”你不用遮遮掩掩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累不累啊？累啊！哦，你说哇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真累。错了，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才真不累。为什么？躺下去很舒服哈。舒服一下要付出多大代价？现在脊椎侧弯的人多不多？多不多啊？为什么会脊椎侧弯？坐没坐相，站没站相，你图那个一下子的哇舒服，然后还必须到物理治疗，去人家用脚给你踹一下，用手给你捶一下，你才在那边啊叫苦连天，甚至于还要动手术。所以我们生活简约，吃的简单，累不累？你说吃多才叫享受啊？记得啊，过年前我们这种年纪啊，最容易接到黄色炸弹，一炸都是啊五六封，很可能一个礼拜啊要去参加喜宴，参加两三次都有。结果那个礼拜吃下来以后，看到山珍海味会怎么样？哇，反胃，不舒服。反而常常啊三菜一汤，简简单单，轻轻松松，胃啊也没有负担。所以这一些圣贤过日子的方法，才会让你身心清安。当然说实在的，现在这样讲啊，你们不一定信。要怎么样？要你真正做了才知道轻松愉快。
所以很多事啊，你思维要深入，才能了解真相。所以这个父亲啊，就体会到确确实实教育是无时不在，要很谨慎。那刚好那一天他的孩子就问他了，亲有疾药先尝，昼夜侍不离床，什么意思？他很紧张啊，答不出来，所以他要学啊，一起教啊，效果就特别好。好，所以我们家长一定要了解孩子小时候最强的能力叫模仿。你要让孩子好学，首先要怎么样？要怎么样？你自己要好学。好学苦不苦？当我们所学的东西啊，马上可以用在生活，用在工作，用在处事待人，你会时时觉得啊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啊。为什么乐？读书的乐不是从外面来的，是什么？从内心啊，理得心安啊。所以有一个女士啊，她跟她男朋友吵架了，那一天来听完课啊，我们强调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。好，人与人冲突啊，一个巴掌能不能拍响？要怎么样才会响？两个巴掌拍得响。所以人与人冲突，敢跟你保证啊，大半彼此都有错，只是错多跟什么错少。你错一分，你先生错九分，然后你们两个就开始辩论，你说他的九分，他说你的什么一分嘛。他要说你那一分的时候，还要找一大堆理由，他很辛苦，你也很绝望，有没有？所以解决不了问题。所以首先要反省自己那一分错，那两分错，唯有你有这样的态度，才会让对方的惭愧心怎么样升起来啊。大人最重的是什么？最重视的是什么？最难放下的是什么？面子。我不大清楚啊，上海面子一斤卖多少钱？听说各地的行情不大一样，依我的推断，上海的价码应该比较高。所以求学问首先第一件事啊，要把面子卖掉。好，我现在生意做很大，在全世界啊买面子，所以诸位朋友，待会你假如可以低价卖给我，我可以照单全收。当你真正放下了，你会觉得轻松多了。面子撑起来啊，累了自己又怎么样？累了别人，何苦来哉呢？所以这个女士回去以后，就跟她男朋友说：“那一件事啊，两个在赌气嘛。那一件事我错了，对不起。”哇，她男朋友眼睛瞪得很大，说：“明明就是我错了，你还跟我道歉，那我不就不是人了？”就化掉了嘛。人啊，往往赌一口气啊，自己怎么样？血脉不通畅，然后呢，变成癌症的高危险群。癌症，身体的病变都从心起啊，所以自己苦啊，别人呢，也很苦。
所以有一个真相啊，利益自己绝对利益他，利益他人也绝对利益自己，绝对没有损人利己的事。损人啊，绝对损己，这个道理啊，我们待会再讲，相当重要啊，人生要活得明白。另外有一个太太学了以后啊，也回去跟他先生道歉，道完歉啊，他先生也是眼睛瞪着他，说着他太太的名字，他说对不起，居然是从你的口中出来的。这个女士写道啊，她说啊，这个夫妻相处过了热恋期以后啊，就好像呢每天呢、啊、搭伙吃饭，不知道啊哪一天是尽头啊，搭个伙啊，吃饱了啊，再见。那种彼此啊内心的冲突，内心的不谅解，内心的无法沟通啊，一直撑在那里。癌症怎么来的？诸位同学知不知道了？都是放不下面子，都是啊无法伸出处处替对方着想的心，着想的手，伸不出来。所以夫妻的相处啊，所带动的是一个家庭的气氛，相当重要。所以这个上行下效一定要夫妻一起啊携手来做。我记得我父母在我们小时候晚上是不看电视的，所以吃完饭休息一下，夫妻两个就进房间去了，然后我们打开门，因为也想看电视，一看爸爸妈妈在那里看书，五六岁敢不敢大摇大摆坐那看电视啊？不敢啊，自然啊，我两个姐姐跟我就上书房去了，习惯就成什么自然嘛，就不想看了。所以我现在打开电视，在那里啪啪打来打去，骂来骂去，真是看不下去。有什么意思啊？而且越看心里怎么样，越不平。本来心里还相安无事，越看哇，人都这么奸诈，都这么狡猾，都很有目的，都被污染。所以社会教育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核心，你以后儿子假如当导演，你一定要告诉他，社会工作者一定要抓住引恶扬善。你拍的都是孝顺，都是夫妻互相友爱，非常忠贞的情谊，这个戏一拍出来，唤醒多少人的良知啊！你去拍婚外情，你去拍这一些杀戮贪嗔痴不好的习性啊，都被增长了。所以确实啊，人要有理智啊，要对自己所做的事啊深思负责。所以从小养成看书习惯，我记得啊，差不多10点多11点，我妈妈都会上楼来干什么？不是叫我们看书，赶快去睡觉啦。您现在是叫儿子不要看书去睡觉的举手，举手的朋友保证也好学。很困难吗？不困难，教育没有那么复杂。所以我的二姐啊念到博士，
也都没有啊，父母去催他读书的。好，所以我们首先啊，要演出不自私给孩子看，就是能替人着想。那先替谁着想？一定从他身旁最近最亲的人。有没有人对父母不好，然后对陌生人很好？有没有这种人？不可能。有没有对他父母不好，对你特别好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哦。为什么对你很好？因为你口袋有钱。哦，他不跟你酒肉朋友一下，你的口袋的钱跑不到他那里来。所以你要会判断人。一个人的爱心啊，一定从孝道开始，德行啊也从孝开始。有孝心就不可能会自私。所以诸位朋友，小时候你的孩子小时候，你们夫妻两个跟爷爷奶奶还有孩子一起吃饭，请问你菜夹起来第一口给谁吃？给谁吃啊？有一天我在秦皇岛讲课啊，我就问在座的人，我说你拿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，第一个念头是什么？前面第一个刚好坐在第一排一个30岁的年轻人马上吃下去。想那么多干嘛？隔几排啊，有一个40来岁的妇女，她说给儿子吃。坐在最后排有一位长者70来岁，给父母吃。你看啊，三个回答流露了多少真相啊！诸位朋友，前面第一排的年轻人学历最高，后面那一位长者没念过书。谁有文化？这个时代啊，颠不颠倒？读书自在圣贤，这才是真念书啊。现在读书自在什么？赚钱啊，自私自利啊。所以你菜夹给儿子吃，这个爷爷奶奶还不甘示弱，这一道也很好吃，都帮他的孙子夹菜，谁的菜满满的？小孩的菜满满的。请问这个家庭谁最大？谁最大？小孩最大是吧？所以小皇帝诞生了，小公主怎么样？登基了。俗话说啊，伴君如伴虎，所以脾气怎么样？任不任性？你没看在演皇帝在演那些贵族的时候，这些仆人一不小心他就把他一不高兴就把东西怎么样甩在地上了，甩完以后这些仆人要怎么样？毕恭毕敬了，对他。所以刚刚也提到啊，我的老师站在学校门口，刚好下雨，他一边走啊，那一辆豪华轿车开过来，车门一打开啊，一个母亲拿着一只雨伞走出来，他的女儿在校门口等他。妈妈才走出来，这个女儿就说了：“你白痴啊，
现在才来。我们不要笑啊，这会让多少父母淌血。但是早知今日，苦啊，叫苦没用啊，要对症下药啊。这个还不夸张，这个母亲啊持续走过来，对着孩子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”我们老师愣在那里啊，走不下去了，把这个例子告诉我们。所以现在为人老师啊很重要啊，还要多跟家长沟通教育观念。现在这个教育啊必须要全部家庭学校社会动起来，不然下一代堪忧啊。好，所以不管你当父母还是当爷爷奶奶的，要注意啦。今天孙子叫你奶奶过来一下，你要怎么样？现在很多孙子说：“奶奶，我口渴了。”哦，他奶奶马上，哎呦，听到孙子的声音，好高兴。孙子终于想到我了，赶快毕恭毕敬倒一杯茶。哎呀，快喝，哦，不要呛到了。有一个媳妇很聪明，刚好我在深圳讲课，她赶快把她婆婆带来一起听。听完以后，她婆婆走过来：“我老师，你讲的对，我的媳妇做的对，我做错了。”哦，她媳妇在旁边很高兴。这个叫啊，易子而教。有一些话你讲不方便了，请你的亲朋好友来讲。诸位朋友，我们有讲课的录像带，您可以啊拿回去放。好，你不要说婆婆啊来来来来受教育，那会适得其反。做什么事啊要润物细无声，不要让他感觉你要教训他。你就一边放，然后一边听课，就在那里笑，他就觉得哎，讲什么，就过来听了嘛。那尤其在讲儿童教育那一片哦，你就一直放，哦，放到他已经坐下来了，这样就有效果了。所以家庭的学习啊，也要一起动，因为啊。所有的长者的教育原则不一样，孩子就很难教好。你爷爷奶奶袒护小孩，小孩一犯错啊，跑哪里去？啊，一定跑到爷爷奶奶去后面。然后他脑子里想什么？他一犯错，第一个念头，跑到谁后面就没事。他老不老实啊？他会不会认错啊？不会的，所以这个影响性是很深远的。所以我有一次我的学生打架了，我把其中一个叫过来，我说：“你为什么打人？”他说：“老师，他也有。现在孩子顾左右而言他的能力强不强？强啊！”他念念想着如何逃脱责任，我马上瞪着他，我刚刚问你什么？所以长辈要有威严，才能够把孩子那种侥幸的心啊，把他摄受住。你现在就要面对你的错误。所以我记得小时候我犯错的时候，我的爷爷啊，马上站起来告诉我：“你活该。”诸位朋友，我是长孙啊，我又是长曾孙啊。
我可以三千宠爱于一身，但是我爷爷没有这么做，所以一站起来呢，骂我，说被处罚，你活该，就把我奶奶带上去了。我这个时候呢，讨不到援兵，只好呢，面对事实，勇于认错。那个时候都觉得我的爷爷为什么这么无情，现在自己搞教育的才了解爷爷怎么样有智慧啊。所以长者有智慧啊，下一代的子孙就有福报啊。我的爷爷是捕鱼的，没念过书啊，所有的亲朋好友都捕鱼，但是我爷爷不愿意他的遗憾再传下去，所以再怎么苦啊都给孩子念书。所以我父亲那一辈就出博士了，我们这一代是全部都是大学以上，已经出两个博士了。所以您一个正确的态度啊，影响是你世世代代的子孙。所以诸位朋友要好学啊。好，那这一节课先到这边，谢谢。